把头的鞋。我有六个城中村，新的六个城中村全部来拆，我靠，拆一家给一个亿，是吧？对啊。
了，好好快点啊。Thank you.
打招呼呢。不是吧啊。
急。嗯，到。明天找叔叔烤串去，跟张明爷去吧。坐着舒服吗？
下就行。看到了吗？